最近收拾钱币收藏时，发现这张钞票。这张钞票应该是我多年前在某某拍卖会网上标到的。当时天真的我认为拍卖会是有鉴定品级的实力。再看看网上提供的正面照片和品相声明，我就下标了，而且还赢了。我很高兴买单了，而且很兴奋地等这钞票到来。谁知一拿到这钞票，看了背面后，整个人惊呆了，这钞票是不是已经洗过了？为什么有图案变成这样模糊不清？我只能自叹倒霉。哎呀，虽然有和拍卖行交涉，但是拍卖行给很多借口和理由，最后只好无奈地接受这钞票。不过经历了这不好事件后，我也学习了，一般上要在网上标藏品，首先要了解拍卖行的鉴定能力和信誉，接下来就必须看藏品的正面背面详细照片，如有厉害的朋友可以帮眼看看，那就更好不过咯，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品相的纠纷，尤其是你标的不是评级钞票。这张钞票看正面还行，背面就插眼了，而且当时网上只提供正面的照片，导致我误判了品相，给了高价，所以一气之下就把这张钞票冷藏上来。来，我们看看网上的参考价吧。看这张钞票在10月23日的截标价，钞票是有洗过，但是这背面还是比我那张钞票好。拍卖行有声明这钞票洗过，截标价是750零级加上佣金要885零级，而这张评级了25分的截标价是多少？这张钞票应该没有洗过，截标是1200零级加上佣金要1416零级。我喜欢这家拍卖行的品相声明，再加上清晰的正面的照片和背面的照片，还有打灯的照片，这也难怪这截标价会比较高，因为大家都清楚了解这钞票的品相。好了，这视频也要结尾了，虽然这钞票是我标贵了，现在卖也不回本，不过这事件让我学习了。那你看了我这么多的钱币视频，你又学习了什么？还请你多多分享、点赞和订阅，谢谢。